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她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她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二字在下领受了，可对着无知二字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你说得好。参见柔嘉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比之诸位考官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公主殿下息怒，今日之事错在在下。不错，你身为会员，众人以你为首，你若持身公正，以身作则，他们就不会言行失当，肆意诋毁一个姑娘。公主教训的是我等，读万卷书终究不及公主行万里路，读圣贤书却不解圣贤意，幸得公主教诲，当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方才穆卓华所言不错，尔等轻慢他，不只是质疑他的才华，更是质疑考官的清白，朝廷的公正。这簪花诗会世人瞩目，你们真以为今日只有本宫在此？若此事传出去，尔等的功名前程还要不要？